文化访问团预备在台北公演三天。参加演出的团员是来自印尼14个大专院校的36名学生。他们这次表演是以舞蹈为主，多半是表演印尼的土风舞蹈，另外呢还有很多的印尼民谣。现在表演盘子舞的是 Melvides 小姐，这个盘子舞是粗门达腊的一个土风舞。在他正式表演的时候，他要穿着表演的服装，现在呢他穿的是一般的外出服。他手上拿的盘子也是另外一种特殊的盘子，比较的小。是由10位男女团员演唱《Hello Hello 万龙》，这是西爪哇的一首民谣。